在疫情严重的期间，我突然从高中点去，我们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，说一个屠宰场当天杀了三只狗狗，卖给左右邻居。当时给我发过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很残忍。还有个拉布拉多吧，已经怀身孕了，快下了，完了我们就联系当地的志愿者，就是跟他们谈判，希望不要再杀了，我们会筹集资金，第二天把他们救回来。哈尔滨流浪小动物救助站，乌兰的屠宰场被狗已全部救助。找不到别人倾诉，从你的相思，今天你哭，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？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，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肚子，你慢点啊哥们儿。啊，站着站着站着，跑这儿来。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